疫区就在隔壁，他却什么都不做，还让死猪飘过来，这不是什么心灵沟通。疫区就在隔壁，他却什么都不做，还让死猪飘过来，这不是什么心灵沟通。我们非常感谢相关部会主管同仁在第一线非常辛苦，也看到旅客们都能配合，并且对于没有缴清罚款的外籍旅客，不准他入境，就是不准他入境，要让他知道台湾是有政府的，我们是说到做到的。